近期第五人格针对新手玩家和老玩家展开了一系列福利活动，而针对退坑许久的老玩家，这一次的任务福利也是非常好，他们将变成香饽饽般的存在，和他们组队就会获得额外的加分，干头子变得更为容易。目前官方展开了回流任务，该任务是针对老玩家群体的，为此官方特意在本次版本中的回流任务里增加了组队加成，当队伍中存在回流玩家时，每天前三场对局将额外获得 100% 的推理积分加成，而且结局不论输赢都是翻倍计算，这让很多在线玩家顿时眼红不已。干头子这回是变得更容易简单，老玩家变成了香饽饽，从之前的万人嫌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争抢对象，身份地位完成了逆天反转。其实回流组队加成的本质是策划试图加强社交属性，来拉拢玩家们对于庄园的忠诚度和好感度。众所周知，游戏里其实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人，一类是独狼，另一类是组团。组团玩家利用开黑手段更容易获得游戏体验，在有好友的关注下不容易退坑，拥有了社交属性后也就有了心灵依仗。独狼玩家则由于好友稀少的情况下内心苦闷，大多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，忠诚度下降，在退游的边缘中徘徊游荡。而通过回流组队，能够让更多的独狼玩家和老玩家拥有更多的临时伙伴，通过日益的陪伴再次将临时伙伴上升为固定好友，这样也就有了继续玩下去的动力，收获到比以往都开心的体验。一直以来策划都不重视玩家和玩家之间的社交，导致大家意念不合，而这一次可以算作是首次尝试。想来如若这一次结果十分良好的话，策划会更重视社交方面，会让玩家们更乐意投身游戏，获得身心愉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是独狼玩家还是组团玩家呢？